今次大專院校以至整個香港唔同嘅受眾面對緊嘅係一啲政權嘅濫暴同埋暴力，而我哋今次嘅校內遊行係聲援緊波大、浸大同埋樹人，有唔同不分別咧，都有同學係受到警方嘅濫暴同埋唔同程度嘅暴力對待。我哋想重申嘅一樣嘢咧，就係大專院校呢一個聯大專院校呢條戰線咧，係一個聯合嘅行動。就算我呢一啲事情唔係發生喺廣大，即使其實廣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受觸、被捕同埋受傷，但係即使新聞最近發生嘅事情唔喺廣大身上，但係我哋同其他大專院校一向都係同氣連枝。